花田林角社来，伊要来看林角个。姜哦，要不要？来姜哦。我要一袋的，好吧？你要一袋的吧？对。你这有香蕉呢？对哦，这爱记人爱饲的迄个。啊。爱记人专门咧饲鸟啊。啊，你啥物鸟啊？诶。鹌鹑啊。鹌鹑啊，哦。先做安尼，你莫看管伊哦。哦，鹌鹑啊，鸟啊。有。嗨，阿公诶，嗨，阿公诶，林角美食街，哦，终于看到了，开始。哦，你咧乌林角。哇，你注意。林角酥。里面你要一份吗？没有。你看，五个拢八开的啊！啊，你少些，做起来少少的，打起来，你阿阿扁啊，总统大选这是安怎？前几年啊，啊，你下边穿穿阿扁啊，顶款穿国民党的安尼哦。这是咱食这块，好甲在你讲。这厝，这个厝安尼排是黑白，我白好了。哇，要买要快哦！来，小姐要几份？你说要不要喝饮料？是需要有糖的还是无糖的？我问你，金钟马尾派、黑木耳露跟枸杞、红枣、银耳，这个比较养生。然后里面还有加菱角，蘸豆汁啊！哎，来这个加菱角哦。哎，这个。哦，我慢慢解了。菱角小。菱角都尝上。黑木耳露加菱角，哎，口感会更不一样。哎，加菱角，哎，口味更不一样。哦，加大再大。剩最后一瓶。这我的。40块。菱角蘸菱角。我们找您。哎，林哥蛋卷，哎，你敢不爱我？哦，对喏，就搞刚的哦，就搞刚的哦，哦，外面芝麻呢？外面芝麻还在二零格的，我被零格的啦，你搞对一个啦，你搞对一个，应该这样零格的，领导我存几贵个啊？你有我记下是对，这芝麻芝麻的，我爱我爱，啊，我食零格的，你有我记下咧。应该变两个，变两个啦。参加完这菱角节，啊，我即马要来龙陂买一种青菱角，哇，才有人咧做呢。哦，安尼看起来应该要来去，来来买。啊，这间有备好的哦。有零甲零有八号的，看你要爱这定银的，还是要爱较嫩的安尼？好，啊，这是煮起来大家一球解好食，啊，卤定嘛嘛解好食。安尼，啊，这是啊，恁底下很白安尼哦，较嫩白，这较嫩白哦。看来无底下很白的。哎，拢一包一包。啊，嫩白是安那，影定，迄落啥卤卤的主要上大。有啦，影下菜最好。啊，这是安怎算？两包一百，天哪！啊，这较甜的，所以这较少；啊，这较嫩的，所以这较多。哦，对。啊，更加甜的是要做一个好用材，较好。较好食是这咯，这当然是较好食咯。安怎讲？啊，食了拢球拢好食，较袂肥，安尼软软脆脆啊。啊，你啊，恁两个你也要买是安怎？有人爱食迄啊，有人爱食迄啊，像讲有诶无喙齿的，伊爱食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了解了解，好，谢谢。先拍个打吼，安尼迄个卡卡点吧，安尼。
这个我阁发现另外一间在煮饼干。啊，两道菜面。哦，两个鼎的哦。啊。蛋糕。啊，是啊，一定要用茶。用茶烧，许火较袂讲烧到有遐严格上，遐用较歹控制，伊遐温温啊。茶较好控制哦。啊，而且嘛较迄个，嘛爱一定经验啊。哦。而且嘛，较省较省迄个燃料，省燃料，免用到处就对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林角节报道，多谢收看。